双气血的典韦究竟有多么的可怕，你们根本就想象不到。他强任他强，东皇家张良。大家好，我是豆豆。提到典韦，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会想到疯狗，是因为他太疯狂了吗？今天我们来玩点不一样的典韦，我称双吸血典韦。我这一局比赛拿了30多个人头，这一局的出招和铭文都会留在视频最后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实战。首先我们来到了上路，对面的狂铁已经被我打跑，但是姜子牙又跑了过来，果断一个二技能加上一技能打掉他的半管血。随后狂铁追了过来，我们避让，同时绕后追姜子牙，一个二技能加上普通攻击拿下第一滴血之后，狂铁过来追我，我们让一让，等待一技能的 CD， 随后开启疯狗模式回头打他，二一技能开启弱化，此时狂铁就打不掉我的血了。随后我们再对着他来一个二技能，瞬间拿到了150金币。回了他家补完血之后，我们再次来到上路，看见狂铁果断一个大招上去，此时我们的伤害那是非常的高，对付他只需一个二一技能就能把他送回家。就在这时候，对面的打野突然赶到，而此时的我又没有技能，得有技能了我们瞬间回头，二技能大脚踹地，一技能踢他耳朵，用我们的键盘砸住他的脸，想回塔我们瞬间一脚送他坐上了飞机。各位观众老爷都看到这儿了，麻烦点个赞，最好连关注一起点了，谢谢。右上角一撇，此时的比赛已经来到了6分半，我的战绩都是1。此时我来到了下路，看见了蔡文姬，果断一个大招上去，他开启了大招也没用，直接就被我们带回了家。随后我们一头扎进了塔里，开启弱化，对着射手踹了一脚，直接2连击破。随后我们又看见了姜子牙，开启一技能，一刀上去直接削掉了他的半管血，伤害那是非常的哇塞。接着对面的药赶到，他想拦住我，可是他没有这个资格，被我一刀带走。此时塔里的姜子牙又想出来又不敢出来，看我走了他才敢出来，于是我就诱他上塔，出来之后无视防御塔，踹一脚一斧子拿下。这一波我们直接干掉了敌方的4个人头，接着我们就对对面的红 buff 起了歹心，拿下他，而旁边的狂铁想上又不敢上，还好红 buff 没被他抢到，我们直接破他大招，3-2刀把他送回家之后，开着一技能我们直接闯入中路防御塔，一脚踹下药，一个普通攻击我们直接2连击破，瞬间秒杀。这一波过后，敌方就聚集在了中路的防御塔，我在旁边观望，此时我看对面的人员都已经出来，果断一技能上去，二技能踹地，虞姬被瞬杀，回头2刀又结束蔡文姬的生命，接着就是对面的姜子牙，我们开着一技能闯进防御塔，一刀就让他直接坐了飞机，瞬间我们又拿了一个3连绝胜。此时狂铁又已经出来，我们直接大招上去，一刀他现在只值60金币了。接着我方的人员再一次发起了团战，我大招冲入敌方阵型，2下普通攻击拿下敌方射手，随后开着一技能逃出防御塔，此时的我们马上就要神装，脑子一热，开着一技能又冲进了敌方的防御塔。我想对面只剩下了2个人，我只需要一个大招上去踹地，再来一个圈斧就能拿下2连击破。时间来到16分钟，不知怎么的，对面的人员起来了，反过来攻击我们了。此时我又一个大招冲入了敌方的阵型，一个圈斧拿下狂铁，对着蔡文姬2个普通攻击。姜子牙想闪现也没能逃得过我的斧头，虞姬被我一个技能瞬杀。此时我们终于拿到了一个4连超凡，接着我们直接大摇大摆地走进敌方的高地，瞄准对面的蜕皮，无视对面的防御塔，把法师虞姬通通带回家，又一个3连绝胜。那么这一局比赛就大局已定了，下面我就公布一下这一局比赛的铭文和出桌，仅供大家参考。好了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期待您的关注，我是豆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